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修慈悲心最好的方法是常念观音心咒，所以我常跟自己说，怀着慈悲心睡觉，怀着慈悲心起床，乃至哪天怀着慈悲心生病，最后可以怀着慈悲心死掉，将来还有机会怀着慈悲心又来投胎继续一辈子去慈悲。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因为我说我从慈悲心才找到生命的意义。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成功赚钱享受在生活，所以当我们听到大乘佛教这些伟大的菩萨，就会觉得自己很自私，所以觉得很惭愧，所以就愿意用慈悲心来过生活。特别有一点，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在念“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那不是你的声音，那是观音菩萨透过你的喉咙念出他救苦救难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变成观音的眼睛，去看到众生的苦，我们的手变成观音的手，去拥抱救众生。如果能够如此，我们的心也变成观音菩萨的心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跟观音菩萨合为一体，然后呢去帮助众生。不过还是讲这句话，就像弥勒日巴的修行，我常讲要学观音的救苦救难，必须先承受观音菩萨的受苦受难。再一点，你能够观世间的苦，观世音帮助众生，基本上来自于观自在，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为了消除
为了圆满慈悲，你必须消除我执，得到内心的圆满的平等自在，不然外在的要去帮助众生的观音的千手千眼就展现不了力量。所以中午仁波切还特别跟我讲，智慧跟慈悲是一体的，它不能分开的。所以有空性的人必定大慈大悲，愿意大慈大悲的人才能够找到空性，这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我讲慈悲的本体是空性，空性表现出来的是大慈大悲，然后必须要展现在我们的念六字大明咒上面。就像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满地都是黑黑的石头，那你要帮助这些黑黑的石头，就是无明的众生，那唯一的方法是你自己要亮起来。如果在所有的黑色的石头有一颗像水晶的钻石，那每个无明的众生都想要来亲近你，你自然就可以放光给他们。特别我们不分哪一种种族都很喜欢慈悲的观音菩萨，所以有一句话是爱人者众生恒爱你。如果我们随时像观音的慈悲，或者像天主教圣母玛利亚的慈悲，所以每个人都很想要去接近你。那站在大乘佛教，你为了要帮助众生，一定要让他很愿意接近你、亲近你，那你必须内在像钻石一样来对他们发光，自然他们就接受你的感化，接受我们的感动。所以拥有世间多少财富并不是有钱，拥有慈悲才是最有财富的。也因为慈悲心，你必定会有世间的福报。你外表再漂亮也是暂时的，但是有慈悲心的人像仁波切这样就很有魅力。请问仁波切漂不漂亮？就像德列莎修女，她说最美的女人就是德列莎修女。所以我经常去菲律宾、印度，我一定去那边跟他们修女修行，他们比我们还精进一样。但是我想慈悲是没有国界的，没有种族分别的。那特别我们学大乘佛教，我们必须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个有悲心的人，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这是我们的戒律。然后呢，自己要该笑就要笑，该打招呼就要打招呼，你勉强也要慢慢练习，因为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慈悲的敌人是嗔恨心。如果你佛教说小乘断贪欲，大乘断嗔恚，因为你如果有嗔恚心，舍弃排斥别人，那你就破了菩萨戒，因为对方因为这样而不高兴，他也会舍弃佛法。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站在出离心，你要跪在佛前发愿，我要断除自私的贪欲。站在大乘佛教，我们要跪在佛前发愿，临死临舍生命，不起嗔恚心，只要自己发愿。所以我常背一句话，佛陀永远转恶为善，相信业报，佛陀永远转恨为爱。哪怕生命剩下一秒钟，佛陀都还在利益众生，还在慈悲，因为佛陀没有死，因为慈悲才是佛陀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慈悲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佛陀。所以大乘佛教有一句话说，一念不生，大悲心则生。你要见到佛陀，佛经又说显现慈悲，即见如来。所以你要是发起悲心，你就看到佛陀的存在。当然要圆满真正的慈悲心，必定要以真实的出离心做基础。所谓出离心，就是体悟到生命的变化无常，一切的无法控制，无我存在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痛苦的。那要很深深的去体悟这个道理，
就像我们早上讲了人天福报的修行的五心，第六个叫进入解脱轮回的出离心。因为万法无常、苦、空，大家都会被无我，这个世间真相是如此，你想抓住什么，什么就让你痛苦。就像我做个比喻，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一对年轻人在街上谈恋爱，当然世间人觉得他们很快乐，但是如果你懂得佛法的出离心，那你会觉得哎呀，他们干嘛这么痛苦了。所以一个男人在追求金钱、面子、地位，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有一个比喻，有一位南传的大法师说，这个苹果有毒，你要吃吗？所以这个世间会让你痛苦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抓住它？所以虽然我们修了很多善业，会让我们很有福报，不会堕落三恶道，所谓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会让我们脱离痛苦，至少得到一些福报，现世或来世。但是不断的去思维，那你会觉得变化无常是真相，慢慢你就会学会放下。所以放下是根本的修行，也是佛教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解脱生死。那各位，所以开始要学习慢慢折服自己，喜欢的就是贪嘛，不喜欢的就是嗔，搞不清楚了就是乃是自以为是的叫愚痴。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把贪讲成什么猪八戒，猪代表贪呢，所以爱生气的人叫沙悟净，沙悟净脸黑黑的不笑了。孙悟空会代表愚痴猴子，你一定要悟到空。所以用这个西游记的三个主角来代表我们人类心上的贪嗔痴，猪八戒代表我们贪欲的身体，好色爱睡觉，猪八戒。沙悟净代表我们的口业，沙悟净会骂人。孙悟空代表我们的意业，意要悟到空。那如何得到这个呢？所以给他取名叫猪八戒，要守戒；沙悟净要禅定；孙悟空要智慧。那这样，唐三藏代表我们本来的佛性。那你要找到你本来的佛性，那你要勤修戒定慧，消灭贪嗔痴，净化身口意，那你可以才到印度，终于找到经典。那找到经典干嘛？就是要服务众生，善巧方便，回到中国弘扬真理。那玄奘法师的一个故事，代表一个我们修行者的一个模范。所以当然为了要修大悲心，那我们一定要精进的实修出离心，但是也不能就停在出离心里面而忘了众生苦。我们修这个出离心放下，是为了圆满我们的悲心。所以如果没有完全的出离心，你就没办法得到完全的大悲心。所以你要经常的回光返照，到底我现在还放不下什么，我怕什么，我执着什么。就像我以前我有一个不好，是很怕鬼，好像去助念他们都很认真，还去看那个死亡者分开，哎，现在念一念脸有没有好看一点，我都不敢看，因为我一看晚上我回家，只要眼睛闭起来他就在你面前一样，我根本没办法，我就只有看脚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已经要出家了，而且那时候出家了，那现在这怎么办呢？那当然如果你这个问题你不自己去面对，谁也帮不了你忙。所以后来我就开
开始为他们施食，包括做烟供，然后一个人做。后来我就慢慢练习，我可以去坟墓做，可以一个人在大海边做。但是你问我怕不怕，那个感觉还在，但是我用我认真的去做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超越。我讲我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日本住在一个他们说闹鬼的叫鬼怒川是吧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他们安排我一个人睡一个小房间。那时候我旁边有一位16岁的小和尚，这个小和尚他的特点是他眼睛都看得到鬼，所以他眼神有一点怪怪的。然后我进去那个房间，他帮我拿行李，拿完以后他说：“师父，你房间有鬼。”那我说：“你跟我讲，然后你也不解决，你跟我讲。”然后他就回去了。然后我晚上，当然我就尽量念，一直念，一直念了这样。然后我后来终于睡着了，但是到凌晨5点，我听到鬼在哭的声音，很难受的声音，因为他们说是自杀的鬼，一个女孩子在哭得很厉害。一开始当然我会怕，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处理心，执着还有一个我被他伤害。那我唯一能够做的，后来我就冷静下来，我就跟这个女鬼说：“你很可怜，然后我现在决定了，你就跟着我吧，不要在这边，你一定跟我有缘，不然我们两个不会在同一个房间。”但是后来我发觉我主动跟他讲的时候，我就不太会怕，我升起所谓对他的可怜，因为他哭得很凄厉，然后很可怜，所以我就虽然看不见他，我就跟他皈依了，跟他说法，跟他取个法号，然后我说就跟着我吧，然后这样来修行。那这一次我过了以后，我发觉好像我后面呢有这些事情，我就不担心了。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出离心讲的是一个理论，那你必须去面对这个状况。后来我想一想，搞不好这个不是鬼，这是菩萨故意的让我修出离心大悲心啊。但是对我来讲，至少我超越了，那慢慢我就愿意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当然我今天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讲大悲心一定要有出离心做基础，但虽然我们讲大悲心，你更要有人天福报，你不能说我很慈悲你却很穷，我说你修得不好。所以优婆塞戒经菩萨八法，你要修悲心之前，你要有世间八种福报，这里面包括有钱、健康、地位高啊、辩才无碍等等等等。不然的话，你说你人天福报没修好，那你说你要修慈悲心，那你根本没有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大家都想啊念阿弥陀佛名号，有大悲心菩提心，那为了圆满慈悲心的功德，各位在人天福报的善业一定要很积极去做，哪怕就像我这几天跟仁波切坐在旁边吃饭，我就压力很大，他桌上掉一点饼干就捡起来就吃下去了。所以就像佛陀的时代，佛陀看到一个出家人眼睛看不见，他衣服坏掉了，佛陀亲自跑到房间帮他缝衣服。比丘问佛陀说：“你功德圆满了，那你干嘛还要修这个功德？”那佛陀说：“我现在存在的唯一任务是，任何小小的福报我都要有，我才可以圆满佛陀慈悲的任务。”所以我想，我们更想要圆满大悲心的人，在任何一点的所谓人天福报小小的善，我们都要积极的用一种大悲心去做。当然用人天心做福报跟用悲心做福报呢，当然不一样了。那在第二个阶段讲出离心的时候，那如果你单纯是为了修出离心，那可能你会证入阿罗汉，那这样你对世间的帮助就不存在了，这个我们叫小乘的修法。那但是我们修大悲心的人也不能因为这样而不提
正出离性或空性，有个比喻是菩萨是一脚踏在火灾里面，一脚踏在安全的地方。因为菩萨虽然要跑出去，但是他跑到一半的时候，他发觉他有爸爸儿女还在火灾里面，所以菩萨永远站在这个阶段。所以虽然已经可以证得罗汉，但是菩萨却赶快拉起这个心，然后呢去圆满大悲的任务。所以有了慈悲心，我的意思说更要把人天福报修好。但是有一句话叫修天福不享天福。所以我亲近一个老和尚叫应顺导师，他一直强调这个，他说以后你们盖寺庙啊，外面最好用灰色的，然后一副很贫穷的样子啊，然后呢，但是这个寺庙虽然很贫穷哦，但是你最好盖在人最多的地方，那你可以去接触很多可怜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叫修天福，虽然我们讲出离心，但是我们一定要累积这么很大很大的福报，然后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但是你有福报以后，你执着你就完了，那你就在损福报了。所以你要经常放下放下，而且把你的私人财产告诉人家。所以意思说女人最好不要有私房钱哦。当然我想这些只是如果你这个钱是为了要供养三宝可以了。经典有说你偷你先生的钱去供养三宝，不犯偷盗了。但是你不能认为说钱是我的，就这个意思就好了。所以身体也好，感情也好，钱也好，有一点是我的。所以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讲温安温安，我的老公我的老公，他好像是他管的啊。那这个就代表没出离心。修行有人很喜欢用莲花来代表，所以我们叫莲花的心。那有人问我什么意思，我用两句话：一点都不执着却充满的爱的心。那一点都不执着就是我们讲出离心，但是虽然放下却要去爱所有众生。简单的说，不爱自己所要的，但是却去关心众生所要的，一点都不执着，充满了爱。另外两句话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喜欢：身如乞丐，心如黄金。我们身体像个乞丐一样什么都没有，但是内心充满智慧慈悲，那这样才是最快乐。身如乞丐，心如黄金。讲两个佛经里面出离心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坐船出去寻宝，那碰到台风，结果太太淹死了。那尸体回来以后放了一段时间，然后要把它葬到土里面，结果当他们把尸体搬出来要葬下去的时候，却发觉这个死掉的女人的鼻子有一只蛇在那边钻来钻去。那个时候他先生有一点生气，就要把这只蛇打死，小蛇。那时候穆建言有神通嘛，经过，你不能打，那是你太太啊。他说你乱讲，他说你太太是不是生前的时候很爱漂亮，很爱照镜子，所以他现在连死了你看都还在他脸上跑来跑去。所以穆建言说我跟他念念经啊，所以希望他得超度。这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是各位可能听过了，比丘执着袈裟。就是我们出家人如果死了，那件袈裟要送给其他的比丘，那个是法衣，佛陀的衣服一样。结果这个比丘修得不错，但是他生病死了。那佛陀就跟其他的比丘说，哎，这七天你们不要进他房间啊，等七天以后再说吧。因为佛陀知道比丘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袈裟会拿起来分给大家，因为这个比丘他很执着那一件
很漂亮的法衣袈裟，所以他死了以后变成一只小虫在这里面。如果谁去拿，他就会起嗔恨心，一起嗔恨心，他就要下地狱了。所以七天的中阴转世过去，佛陀给他加持，那比丘超度了以后，然后呢，他们才佛陀说你们可以去拿那个法衣了。那当然，佛陀再给他解释为什么，因为他执着吧。所以我讲到这边，我还是必须修行要很坦然诚实，问自己你到底你现在什么还放不下，还想要抓住。因为站在解脱道，我们汉文的经典，修解脱道人要像如旧头燃，就是这个火已经烧到你的头发眉毛了，你要很认真的赶快把这些火灭掉，要把内心的贪执啊消除掉，不然你就没办法解脱。那更何况我们要修慈悲心的菩萨道，我不能讲太多出离心的故事，不然大家都去出离了。但是对我来讲，虽然我发心出家是想要修慈悲心菩提心，但是我又发觉很多，包括自己很多修行者，他最基本的出离心体悟无常没有做到，那就是等于一个有脏东西的杯子去装干净的水一样，毕竟他要圆满他的悲心菩提心做不到。所以当然就像我们改善的佛学一直强调，一定要修到没有我执，修到自他平等，修到一切都能够安住在空性，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圆满慈悲。不过我还是再讲一个故事好了。在西藏有一个老人家，他们都很喜欢嗡嘛呢叭咪吽，一辈子念。那这个老人家往生了，家里就请了尊贵的上师来跟他超度。那习惯是这样，就是说哦，超度完了，大家要把往生者最宝贵的东西，他的金钱拿来供养上师做功德。但是那个上师不孝，他不接受。他们家里就想说，上师啊，是不是钱不够啊，或是哪里啊？上师说不是，那你们不用给我这个，你们墙角那边有个东西挖一下给我好了。然后他家就跟上师过去，哪里有啊？一挖，里面有一个藏人喜欢叫立松石吧，是吧？上面有一只小虫啊。那个时候上师自己知道，因为这个老人家虽然一辈子这么精进，但是他把那一颗藏在那边了，他最爱的，所以他死了以后就变成那只小虫在那边。所以当然上师慈悲啊，就跟这个小虫说法超度，那超度完了以后，那么他才圆满，他才接受他们的供养。所以当然我这样提醒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努力的修空性啊悲心的时候，真的要越想要圆满慈悲，越要净化自己啊，自尽其意。所以到底哪里我们放不下，就像在佛陀灭度三百年，有一位尊者叫优婆居多，那缅甸人很喜欢拜他，叫乌巴库，他也叫水中发财佛，凡是没钱的一定要拜他。因为在佛陀的时代，很多比丘啊出去托钵都空空的回来，大家都问佛陀要怎么办。那佛陀说，以后你们没有福报的啊，你就跟着乌巴库就好了，优婆居多啊。所以乌巴库那时候也生在佛陀的时代，所以那跟着乌巴库以后啊，所有的他们就可以得到供养，因为乌巴库的功德嘛。所以到了佛灭度以后三百年，他又来帮助阿育王，阿育王，所以降服了阿育王，帮助阿育王在这个世间建了84000的佛塔。那乌巴库怎么度众生？因为他是阿罗汉，但是在佛陀灭度以后，有很多比丘到处宣扬他已经证阿罗汉，阿罗汉。那乌巴库怎么度他？他既然证阿罗汉，他在树下打坐的时候，乌巴库就变成一个大狮子冲过去，然后那比丘就跑掉了。
然后他就跟说：“你看，你一证阿罗汉还会怕死，就你还有执着嘛？”哎呀，这位比丘才，哦，原来我没有阿罗汉，他可能证得出果，恶果有点感受吧。所以他们就礼拜乌巴库做师父。所以乌巴库这样度了，在佛灭度以后度了1800位阿罗汉。但是他们度阿罗汉的方法就是让他知道你的根本我执在哪一点，让对方能够知道而精进，用这个方法。所以在佛子行37颂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对生死轮回升起了出离心而想解脱生死，但是马上我们要换想的，那我们的妈妈怎么办，爸爸怎么办，然后无量世的众生他们不了解这个无常苦的道理，一直在轮回里面痛苦，所以就要把对自我的出离心马上转为愿众生母亲都离苦的大悲心。当然就像刚刚各位早上有听到，我要出家向我的太太向我的儿子，我们大乘佛教更规定要向自己爸爸妈妈跪下来磕头，也很虔诚的磕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生死很痛苦很痛苦，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但又话又讲回来，就像我对我儿子磕头，我也跟他说，哎呀，做父亲的，因为意思说男女的欲望爱情把你生下来，让你要去轮回，这是我们的错，所以我要跟你虔诚的忏悔，出家是为了做你的模范吧，啊，所以就像我跟我过去太太也说，我们两个谈恋爱，我让你爱上我也好，生下小孩让你痛苦无量了，所以一方面要有出离心，二方面对所有轮回的众生要有这种惭愧心，而升起大悲心，就像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没办法在身边一直孝顺他，但是心里却把父母永远就放在心里面。我去泰国，我觉得他们泰国有一个很好的特点，他们身上一定有佛像，但是佛像的两边这个挂下来，就像这两，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的相片。他们永远永远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在念佛，但是孝顺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我们讲三宝，在缅甸叫五宝。为什么叫五宝？除了佛、法、僧，再来爸爸妈妈、老师，所以一定要孝顺父母，要尊敬师长，像佛菩萨一样。所以，当我们了解生命的苦，我们必须放下。但是众生都不知道，而且众生都对我们有恩，像父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决心去报恩而生起愿他们离苦的大悲心。那为了让众生离苦，你有悲心还不够，究竟就是要成为佛陀。你不成为佛陀，你就没有办法，虽然有悲心却救不了对方。但是你要救对方，做一个比喻好了，就像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知道他外面的爸爸妈妈要被抓去杀了，但是他却没办法去帮助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升起大悲心，虽然你要成佛，但是你还有我执这个监狱把你关住，你根本出去不了帮助对方。有另外一个比喻说，爸爸妈妈被抓走了，那被敌人抓走了，那你一定要到敌人总部，你才能够救到爸爸妈妈。那请问敌人是谁？那敌人就是，敌人的总部就是我们的我执。所以简单的说，当了我们有出离心而转成大悲心而愿成佛的菩提心，那为了圆满这个，如果你没有证入空性，那这个空性也不是个人的空性，而是仁波切说了，众生皆有佛性，你要去体悟到所有众生对我们有恩，都是父母，他们却具足佛性，他们不知道，所以而去在大悲心菩提心实践的时候，又要完全的去思维空性。所以我讲这个道理，我是一直强调不要脱离，就是说
我现在修空性，所以我就放下世俗的福报、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我先专心来修空性。等我空性得到了，然后我再来度众生，那不行的。一手拉住众生的苦，一手拉住佛陀的加持，但是内心里面却还要保持在这样子绝对无我分别的空性，不然你就没办法得到佛，乃是真正帮助众生。那对我来讲，这个叫一心念佛，叫三昧耶。三昧耶的密续对我来讲叫连续性的，你要从最基本的人天福报，一直到最后你要全部一把抓，要保持在这种圆满的阶段里面。所以在汉传的经典，有时候老师父都会跟我们说，他教过我们这部经，他说这部经就是三昧耶，因为你这部经从头到尾你都要实践，每一个字你都要实践，那你才能够达到所谓首楞严三昧，乃至法华三昧，那这样你才知道菩提心是什么。我平常喜欢念后面这几段话，因为特别这一次来山上看到整个这么庄严的虚空，对自己的心灵帮助很大。因为我很喜欢念智慧如虚空，所以虚空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而且变化无常，所以我平常会这样念：慈悲如大海，我们的悲心要像海一样的澎湃；信心如阳光，那对上师、对三宝的信心如阳光，所以这阳光晒到我们的这种我慈的心，这个冰块就可以融化掉，甚至上师的功德会融入我们心里面。第三句话是菩提如高山啊，每一个山都是我们代表坚定不变的为成佛利益众生的菩提心。那为了圆满菩提心，那当然要智慧如虚空，去平等包容接受一切，没有分别。所以经典说什么叫佛？绝对平等叫佛。所以生病也好，死亡也好，有钱也好，分开也好，对我们来讲它只是一个外向，心里面平静的去接受它，智慧如虚空。再来是忍辱如大地。那我想我们就像土地一样承载一切，对方丢石头，对方倒水，我们都可以接受。所以在大乘佛教特别重视这句话，叫忍辱是力量。虽然我们讲空性，讲悲心，如果没有这个忍辱，那你就没有力量去圆满。那特别我们要修福报，更要有忍辱。再来精进如风，那就像强风吹过来一样，那我们对所有的教法要一心一意永不退转的去圆满它。特别如果像各位，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大了，接近死亡了，所以每一分每一秒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要这样的精进。再来功德如树林，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善业不分大小，我们要努力的广种福田啊，功德如树林。所以最后两句话就是普度诸众生皆共成佛道。那我想对我来讲很简单，但是我每天都拿这个来禅修。慈悲如大海，信心如阳光，菩提如高山，智慧如虚空，精进如强风，忍辱如大地，普度诸众生皆共成佛道。那我想这才是我们的生命观。更重要的
我们修大乘佛教要有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天天在发愿，要把我们每一个你看到的想到的都祈愿蒙难，祈愿他们能够得到更好。就像我看阿底峡的故事，他生下来是一个王子，所以福报很大，但是那个时候他到外面去看，外面穷人很多，所以他就会念了，他说愿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像王子一样住在皇宫里面享受。这就是一种很伟大的过去式带来一种利他的思想。所以我想各位每天你必须要开车，那你一坐在车上你就要祈愿所有开车的人都平平安安到达他快乐的目标。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就要祈愿，希望大家都有衣服保暖，而且外表庄严。你喝水的时候要祈愿啊，所以用这个水供养三宝，供养上师。所以然后呢自己才喝，喝也没有自己在喝哦，布施给你身上的众生的悲心。所以要把日常生活，特别各位祈愿经过医院或想到医院，马上要修个药师仪轨也好，祈愿所有人都不要生病得到福报等等等等，那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变成一种愿力。所以经典说菩萨以愿力做生命，而释迦牟尼佛因地发五百大愿，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那这地藏王菩萨的无尽愿，然后让我们成为愿力，成为我们的生生世世的生命。所谓的发心或是发愿，就是把自己渺小的心变成对整个世界的愿力。当你肚子痛的时候，那你马上当愿所有众生都没有肚子痛，都了解肚子痛的因如何去消除，你要把它转化。所以经典说你每发一个愿，你身上就发一道光，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所以经过学校，各位如果有时间停两分钟对整个学校发愿，这些精进的小朋友愿他们认真读书，将来可以听闻佛法等等等等。所以看到一只狗你要发愿愿它，所以我们受菩萨戒有一个戒律，你看到动物你不为它三皈依发菩提愿犯戒，没变成我们的犯戒。所以想到狗看到蜘蛛叫愿它皈依三宝，愿它发菩提心早脱离畜生道。那所以我们每天可以看到想到太多太多的事情，那要把每一个事情都转为利他的愿力。但是发愿不能光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十波罗蜜有一个叫力，力波罗蜜要有力量，你要把这个愿成为一种实际的行为去做。比如说这次来我看到仁波切都不会怕冷，我冷得要命我一吹风我就感冒。后来我就昨天我故意问我们上司说，哎，这边瓦斯多少钱啊那我要来出钱，因为那个瓦斯哎呀一开晚上都很暖呢啊，希望我这个钱我来出，以后就换我穿短袖了。你要把它变成一种，因为大乘经典说发菩提心完了要做的就是深信因果，你要去做。所以我刚才问他说这边有三个瓦斯炉，三个还是四个，一个瓦斯炉可以用四个月，1700块美金，如果乘以三就5100块美金，如果乘以四就6800块美金。我自己就发愿，好，以后我每年都要出这个钱，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我有钱了，但是我每次发愿就会有钱就像老师说我在台湾做一个16年了，我做电视台佛教，那当时在台湾是第一个，我是电视台的台长，
那个时候每个月要花很多钱，那时候我去帮他忙，我就把这个钱凑好了。后来我就自己开一个电视台，每年要花至少1亿台币。那时候我认为因为佛法很重要，那我发这个愿以后，我就发觉很多人自动在帮忙，所以我很少去筹款，我大部分还替别人筹款。我认为愿力不可思议。在不丹有一位老仁波切堪布，嘎波堪布，他跟我说他在不丹穷的地方盖一个最大的莲师，让那个地方能够比较繁荣，而且圆满了敦珠法王的愿力。他跟我说德国人给他10万美金，然后他要把它盖起来。那我就问他说盖起来要多少钱，他说他也不知道。那我就开始吧，他也人家不认识他，大家就一直帮他募款。30年以后终于盖好了，全世界最大了，花了3400万美金。那时候我根本不想说我哪有这个钱，但是那仁波切说他要做，而且这个是好事，然后就砰砰砰砰就做完了。所以后来我久了以后，我就发觉这个天下无难事，只要是好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你就发愿就对了。然后这些护法善神就会来帮助你。所以我师父常给我讲一句话，现在这护法善神都失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人发愿。只要你发愿，你要去做，这些护法善神会用一切办法帮助你。所以老实说，我在护持南印度色拉切，他们将近4000位出家人在那边修行，然后要生活要医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好事啊。所以我说好，我们尽力。后来已经好几年了，他们每一年都吃得很好，用得很好。那这不是我个人，我是觉得佛法是让我们相信原来你的愿跟佛菩萨的愿是合为一体的，所以我才体悟那一句话叫贤劫千佛皆加持。所以发菩提心才是真正供养佛，慈悲才是真正供养如来。那如果各位能够体验到这个，你就不怕，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怕。这个事情是利益众生的，那你就要真实的去发愿。当然我认为发愿以后，那你要尽力去实践，那你做一分你会得到10%的护持。只要你去实践，那你会有这个感应，你就不会退转。所以有一句话，帮助众生才是成就自己。你愿把自己奉献给众生，那你的我执就不见了，你的就可以显现你的空性。所以我想大乘的慈悲心不是放在心里面，而是一种生命的承担，承担所有生命的苦，而且愿所有生命都能够成佛。所以我的师父要我每天都带一颗地球星球，因为他们这一次没拿出来。所以你要承担的是整个世界法界放在你心里面，那我想你就不需要特别说我一定要消除我执，我一定要消除我执，因为你根本就像一个妈妈带3个小孩，她怎么还会去化妆？因为她每天就在照顾那3个小孩就好了，她就会一直往外去推动。所以我想利他的这种愿力的执着是消除我执最快的方法。最后我要来念我们噶谦仁波切的书，我个人很喜欢抄写一个字一个字抄这里面的重点，因为对我帮助很大，而且字不能抄错，而且还要抄得漂亮，因为这是一种修行。修行眼睛要漂亮，声音要好听，字要漂亮，做菜要好吃，要会穿衣服，不然就修行要干嘛？就像要把一个佛堂弄得这么庄严，那个叫修行。所以你要把你自己包括世界都变得非常美，非常有效率。那佛陀说抄经很重要，所以下回我现在抄了20几章，一有时间下回我把原稿会供养仁波切。
然后我已经把它印成，我们这次洛杉矶有寄过来，就是感谢仁波切的慈悲与智慧，旁边还有我的相片。然后就，但是我现在这样讲的意思，我负责中文，各位负责英文，所以我已经把它浓缩了，那各位又把它翻成英文，然后我们就推广到全世界，让他们都有机会听到一些慈悲的法语，很重要。第一句话，整个佛陀的法教就是为了减少自我的中心，自我中心和我执，这样会带来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快乐。我们必须深切祈愿自己能够对每一个众生怀有慈爱，并舍弃对每一个众生的嗔恨心跟嫉妒心。感谢仁波切说，承担别人的痛苦反而能够造就自己的快乐，这就是菩萨永不疲倦懈怠的勇气。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修持慈心、悲心、虔诚的尊敬心，直到我们的眼泪掉下来。仁波切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慈爱，所以当我们深切的去思维六道众生的处境，并且真正认知到投身于六道就是一种痛苦的本质，则毫无疑问的，我们就将能够升起大悲心，由大悲心而升起菩提心。所以菩提心乃是解脱痛苦最殊胜的方法，而且能够让凡夫不清净的身体转变成为圣者的黄金之相。我念最后一句，时间到了。向别人表示尊敬，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以心意我来顶礼供养的真正的意义，是要从内心尊敬别人。因为佛法就是一种爱，当你看到自己的爱如何去感动别人的时候，给予别人快乐，那将成为你自己快乐的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加持。加持不外乎就是爱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能够放下自我，开始向别人跟所有众生散发爱的时候，你将会注意到自己的心就开始扩展，变得很开阔、很宽广，有如广大的海洋或虚空一般。好，我的意思是，在经典说，菩提心的表现必须表现在劝别人发菩提心，劝别人学佛，在往生净土叫劝进行者。虽然我们听到佛法了，那是上师的教法，各位要用各种的方法手段，很努力的一直劝别人学佛，那这样你就会消除我执，可以累积很大的资粮。谢谢大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장주셔도 도제버는 무슨 레버 살다 때 샘버 나와 쇼다 강 샘버 차외 주네